张曼芝的《为民除害》 MV 找来模特儿 Pete 仲佳佳做男主角，原来他是陈奕迅和徐浩莹女女康提的男朋友来的。张曼芝早前和 News 开 show，Pete 当晚都有去捧场，同行仲有康提和阿徐。康提和阿 Pete 跟着妈咪入座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阿妈在这，所以他们两个全程都很拘谨。为什么会知道他们拍拖？事缘 Kevin Poon 的混血爱妻麦少瑜曾经在 IG 贴出他们两个很 close 的相，间接令到他们的恋人身份曝光。望真啲啊 ，Pete 颈上面仲有达印喺度噶。另外，康提仲喺 IG 开咗个账号，只系 follow 咗佢同埋男朋友噶咋。康提嘅男朋友仲佳佳今年23岁，大学修读体育系，而家系 KB 嘅旗下艺人，有样有学识，仲热爱运动，而且之前已经同阿徐合作过噶啦，同未来外母关系非常之好，仲唔介意康提带埋阿妈一齐嚟拍拖。阿 Pete 可谓完全入晒屋啊！其实康提早年被人拍到拍拖的时候，阿徐都有说过家人很开放，不会阻止，但是女女就怕被人拍到，所以就会跟男朋友去山卡拉的戏院看戏，再不是就会跟男朋友躲在家里。她也都有跟阿女和她的男朋友说过要开始接受被人拍的生活，很开放的，即可能她小小已经即被家里送了去英国读书， 她觉得真的觉得完全是啱嘅咁樣啦，即係移得佢快啲，即係見識多啲咯。咁啊，同我有啲唔同嘅，即係反而係我初頭會覺得嚇、啊，即係你已經咁樣啦，即係阿女係咯，即係有男朋友，係我自己要接受現實多啲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